Hello， 时尚先生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吴磊。我挺开心的呀，我就是反正挺开心的。整个活动现场非常的精致，有创意，然后感觉这次在活动现场就跟回到了绿洲一样，回到了 Oasis 一样。我觉得就比如说我身上这件也是他们这个夏季出的衣服，作为这亚麻材质的衣服很适合在夏天穿，因为很轻便很透气，然后也很清凉，就很有可以穿出去度假的感觉，是一种真不错的关系，颇好的关系。最近的计划就是好好的把今天的工作给完成，然后一会儿好好的把我点的外卖给吃掉。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什么运动，我相信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的。每一趟旅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我觉得瓦努阿图带给我的更多是非常新奇吧，做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然后看到了自己一直想看的景色，然后觉得很新奇，很收获满满。